在二零二零年新年来临之际，我国发现并很快爆发了新冠疫情，那是让我们全中国人民都无法忘记的一个春节。新冠病毒虽然最早是在中国武汉的海鲜市场发现的，但事实上，新冠病毒的出生地并不是在中国，意思就是新冠病毒早已存在，在我国发现它之前，它就已经在外国横行，只不过当时它被小看，成是普通流感。 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也没有针对它做一定的研究。直到我国发现它之后，认为这并不是往常简单的传染病，才为其命名新冠病毒。然而这时候，美国这个会颠倒黑白、倒打一耙的国家，非说中国是新冠病毒的根源地，把新冠病毒干的坏事全都揽在中国身上。众所周知。 中国自从发现了新冠病毒以来，就派相关科研人员冒着生命危险研究新冠病毒，尽心尽力研发出疫苗，还在后续的抗疫工作中帮助其他国家，捐赠大量的物资。要知道，中国在这场与疫情的战争中可谓是牺牲巨大，而美国居然还反咬一口，着实令人心寒。我们中国身正不怕影子歪，这茬不要紧。万万没想到，新冠病毒的家是美国。 美国这操作可谓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什么美国一开始非要调查新冠的溯源呢？今天就让小编带你了解一下事情的起因经过吧。感兴趣的朋友欢迎长按点赞按钮触发超级推荐特效，加关注支持一下，您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就在前段时间，美国突然把矛头指向中国，炒作声称新冠病毒源于中国。 拜登还命令中情局彻查新冠病毒的溯源地，还恬不知耻地要求中国的实验室进行配合。不难看出，美国鸡蛋里挑骨头的真实想法，就是中国对各国的医疗支援资助都不怀好意，想拉拢势力站在自己这。美国还认定中国就是新冠病毒的根源地，但没想到他所谓想找到的证据竟然在自己的国家，吃鸡不成，蚀把米。这个的月十五号。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人员发文章称，美国五个州在官方公布确诊新冠病例之前就已经出现新冠病例。这也就是说，早在一九年十二月，美国就发现了新冠病毒。这样的话，所有的问题不就都迎刃而解了吗？话说回来，拜登的做法实属荒谬。为什么偏偏只委派调令负责收集情报以及暗杀工作的中情局，而并不是卫生组织或科研人员调查呢？ 由此可见，美国根本只是想引导舆论往中国身上泼脏水，这又让小编想起来了二零零二年的洗衣粉事件。事情的起因是当时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尔用一篇报道的内容污蔑伊拉克在制造核武器，然后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美国国务卿又拿出了一罐子白色粉末，声称是在伊拉克境内找到的大范围杀伤武器。普京都看不下去了，半开玩笑说。 说不定只是一罐洗衣粉。一年之后，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石油利益，又就是重提，以此为借口，直接对伊拉克发动了战争。直至去年，川普才爆料伊拉克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大规模武器，但美国还是发起了战争。由此来看，以上种种全都是美国侵占他国的托词。显而易见，这次的新冠病毒事件也是美国在无中生有、混淆是非。 其实这些年来，美国就一直把矛头指向中国，把中国当成他们的假想敌。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抗疫工作可以说做的简直惨不忍睹。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五，但新冠死亡人数却高达百分之十六。所以美国急于寻找一个替死鬼来掩盖新冠病毒的真正起因。尽管美国的德特里克堡拒绝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 但从对其他国家的调查中，也能证明中国的清白，足以说明最早出现新冠病毒的不是中国。反观美国，明明是他们最早提出彻查新冠病毒溯源的，但如今他们却拒绝一切科学调查，难道这不是做贼心虚的表现吗？同时说到调查，小编又想起来，疫情期间有八位生物学家非正常死亡，种种迹象显示。 这与拜登调令中情局必然脱不了干系。小编斗胆猜测，那八位生物科学家应该是知情者或参与者。美国怕被别人抓到把柄，便命令中情局杀人灭口。即使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其中具体缘由，但多少也猜得八九不离十了。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先是美国诬陷中国，再是不仅谎报案例数据，还对德特利克堡生物实验室闭口不谈。 又委派中情局介入，美国打的什么算盘？这一切都不言而喻。美国这位霸权主义者明里已经干了那么多没脸没皮的事情，谁又能知道他们暗地里又做了多少丧尽天良的事情呢？之前我对外声称三十六例没确诊的肺炎患者是电子烟造成的，这真的是撒谎都不带打草稿的。他拿大家都当傻子的吗？他怎么敢的呀？ 当时美国口中所谓的电子烟肺炎患者是在一九年七月左右。同时，德特里克堡对外声称排放不达标而关闭，这难道只是个巧合吗？大家试想一下，如果真的对德特里克堡进行彻查，美国会暴露多少罪行？当下的形势很复杂，这不仅仅是我们中国的民生问题，这件事在全世界的影响深远到无法想象的地步。 想当初，如果中国不及时通报疫情，美国势必会揪住这一点不放，就会面临几十亿的巨额赔偿。近些年来，美国这种无下限的行为比比皆是。我们中国不应该吃这个哑巴黄连，不能增长美国一手遮天、为非作歹的嚣张气焰。我们要勇敢站出来，联合世界卫生组织彻查此事，给中国人民、给世界人民一个交代。小编相信，在不远的未来。 真相一定会浮出水面。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观众朋友们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制作视频不易，希望朋友们可以长按点赞按钮，触发强烈推荐特效，加关注支持一下。您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